就这两首挑一首，有两首了，可是真被提醒了，就知道最后一首了，所以大家知道做什么事了吧？耶，没有了，不要求，不要求，不强迫性，不强。好，下一首歌，预定是最后一首歌。风 Body 这首歌是在疫情的时候写的歌，借由风去传达讯息。那在疫情的期间三级的时候，我常常自己做那种BGM 直播的一个音，就是即兴的音乐这样。有时候在家里，有时候在海边，或是说在什么地方这样。那其实会想做这个事情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三级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怎么样，但是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都过得很好，都有好好的在就是防疫的。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感受到风的一种温柔，它似乎把我的思绪带给了对方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我借由风感受到来自大家的一个我很好的讯息。所以我觉得风是一个很有，是一个陪伴着我们的一个一个把它拟人的这样。就这样，听听看。带着无所谓的模样，却遍体鳞伤，浸泡在蔚然的海水之中，让剩下的阳光将你包围，沐浴着变得不一样，它可以很简单，也可以复杂。想念将我带到你身边，把你围绕着，拥抱着，我让
打着你的坚强与勇敢，思念的微风，你收到了吗？风发铃，好，真的，我感谢大家的掌声，然后希望大家4月16号能够再来台东的东莞处，就是你找大地艺术节的那个场地就对了，这是芭蕾第一次的户外专场演唱会。
会与嘎嘎乐团还有一个神秘的嘉宾，然后试着与我们的这东海岸的艺术装置做一个对话，做一个新的就是一种互相影响的演出，大家都是一起来表演的人，所有的人。然后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温暖的形状。那怎么叫温暖的形状，就上网关注我的粉丝专页，发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